更严峻的环境，测试着横剑大海道500，考验着减震的性能，检验着它的操控性、通过性以及涉水能力。这一次我们将大海道500对 ECU 发动机在不同海拔高度对油门响应大小及不同速度中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及调试。我们将设备连接到摩托车上，车手背着电脑进行动态测试，以确保达到最好的状态。